好多的花友呢，深受红蜘蛛这种虫害的一个困扰啊，怎么打都打不灭，然后呢，非常的苦恼。今天呢，教给大家如何正确的去杀灭红蜘蛛。首先呢，大家一定要了解红蜘蛛是个什么东西啊，它不是盘丝洞里面的那种蜘蛛精，而是它是一种螨虫的一个统称。你像里面还有红蜘蛛、绿蜘蛛、白蜘蛛、黄蜘蛛这种呢，统称为红蜘蛛，它是螨虫类的。它的一个特点呢，它是在叶子的一个背面。很多的花友问我，老师为什么老是生红蜘蛛？我手上的这一盆呢是一个模拟的一个，因为我手上实在是没有找到红蜘蛛的一个病害。那它多呢是生在叶子的一个背面哈，一般呢这种叶片呢会出现那种有丝状物，还有呢就是有那种刺细状的一个针状，白白的有一些个斑点上去哈，就是有一些个那种黄色的斑点，感觉就像用针扎过的。然后从叶子背面看呢，会有一些个密密麻麻的东西，大家这个自己观察一下。如果说有了的话怎么办呢？首先第一步呢，跟花友们说，就是说要用水冲一下，最好是用水冲一下。像我呢手里面拿的是我们家这种压力式的一个喷壶，再来呢给它打出气。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拿到洗手间，拿到洗手间以后呢用水给它冲一下，像这样用水给它冲干净。每一片叶片的背面都用水给它冲一下。好，红蜘蛛呢有一个特点，它是比较怕水的，用水冲一下呢都会带走大部分的一个成虫和一个虫卵，这样的话呢就更加利于我们杀灭的时候呢提高一些个药物的一个使用。之后呢大家要准备一下口罩，像我这样子给它戴上哈，然后呢有手套的话尽量的还是戴起来手套，因为是药三分毒，好吧。大家如果说这种的话，我建议大家在室外走廊道里面，或者说有小院的话，我们在院子里面去进行，尽量的不要在室内啊。然后呢避免与皮肤和眼睛的直接接触。接下来呢就是找药了。你要了解的是什么呢？红蜘蛛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强的耐药性，它的一个耐药性不是来源于它的一个自身，是来源于什么呢？它繁殖速度贼快，三天一代。你如果说有红蜘蛛一个礼拜你没见，嚯，它都当爷爷了。所以说呢它繁殖速度非常的快，所以说呢耐药性会比较强。大家要用两种或者是两种之上的一个药呢进行混合的一个喷杀。那么呢一般大家常用的呢就是阿维菌素这个东西呢，作为一个非常优秀的除螨剂哈。大家养宠物养狗养猫的时候呢，你们一般去打的除虫剂呢都是这个阿维菌素，应该是德国拜耳公司的，好吧，一定要了解这个事儿。那我手里面拿的呢是咱们的先发的小蓝帽，里面有阿维菌素还有定虫米，这是一个复配的药。之后呢还有一种药就是什么呢？带螨虫的螨蛭的一个杀虫药，因为跟花友们说了嘛，红蜘蛛是螨虫类的，所以说呢我手里面拿的呢这个是做螨酯，当然了也有一些个你像丁福螨酯、达螨灵等等一系列。接下来呢咱们就拿两种药就好了。接下来呢就是说进行了一个配药了。配药的时候呢，大家感觉你这一盆花大概能用多少药咱们就用多少。像我的话呢，我就感觉这一盆花的话用不了很多的药，我就找了个小喷壶。再给大家说一个定律啊，叫千倍定律，也就是说不论是用什么样的药品，在你不知道所以然的情况下呢，按照一千倍的比例去稀释，好吧，一千倍，也就是说什么呢，一毫升的一个药品呢对一升的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咱们进行这个，好，看这么一小喷壶足够了。接下来呢往里面加药液，像我们家里面这个药呢非常的哇塞，它带了一个儿童的安全锁，你这样拧的话小孩子是拧不开的，安全性会很高，要用力往下压，之后呢再去拧开就可以了。大概感觉一下，这个小喷壶的话里面放个七八滴五六滴就差不多了，好吧。好，这样呢就差不多了。不过呢我们也会送一些滴管呢，非常方便大家去计量啊。这个小喷壶的话大概有四五百毫升那种感觉。好了，接下来就是差不多了。之后呢咱们就戴好自己的口罩。喷药的时候呢不要只是喷到这种叶子的正面，你感觉这样喷了就算完事了，不是这样子的哈。大家一定要了解红蜘蛛是在叶子的背面，很多的花友也是在喷的时候呢就是随便一喷，好吧，摇匀药液之后呢记得要喷到叶子的正反面，通通都要喷到，喷匀，要耐心一点点，好吧，能喷到的地方都给它喷到一下，然后呢叶子背面也要去喷洒一下。之后呢如果说有剩下的药液你可以预防一下，你像其他的植物你就可以这样喷洒喷洒。
最后呢，如果说还有剩的药液的话呢，你就可以往根里面灌了，好吧，可以灌根。比例的话大家注意千倍定律。好了，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咱们杀灭红蜘蛛的一些技巧。首先第一点要了解呢，红蜘蛛是螨虫类的，杀它们的时候用阿维系列的或者是带螨虫螨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药去喷洒，那一定要喷到叶子的背面，最好是正反面都要喷到，然后呢用水冲干净之后再去打药，这样的话事半功倍。如果说您按照这种正确的一个操作的话，红蜘蛛就这么一次基本上就 say goodbye 了。如果说过个两三天你看到还没有减轻的话，再按照上述步骤呢再重复的操作一次就 OK 了，一般一两次就 OK 了。一篇关于红蜘蛛的杀灭正确示范分享给了大家，觉得不错记得点个赞。我是老华一，每天早上10:30来我直播间，咱们不见不散，拜拜。